下一個 posture 就係 partner tree pose。因為好多時候我哋自己一個人做 tree pose 係好容易失平衡嘅，所以依家你可以揾你個 partner 去一齊去平衡。好啦，我哋開始。首先自己就做翻一個 set up 你個 tree pose。嗱，我咧依家就將個腳板擺喺我個右大腿內入邊，而我就係將右嘅腳板擺去左邊嘅大髀內側。扶得穩嘅時候，就慢慢將我嘅左手嚟到右手，慢慢向上伸直，合埋一齊，好足實。咁用你個 partner 嘅 body 去平衡自己。OK， 完成。